有人看见你去酒吧了，肯定认错人了。酒吧离我们办案的地方很近。我昨天去看张华了，不信你问张华去。哎，枪不能对着别人，特别是不能对着自己战友，知不知道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不要再惹出任何麻烦。 否则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。知道。住手！站住！这是我的秘密小屋，你好好在这养着，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，钱我会尽快准备好。 世道险恶，谁都不能相信。